要的改变从一部电脑开始。太空最好的是你们的电脑系统，对不对？坐在单眼黑空哦，可以带我去看吗？可以，来天爱空啊哈，来跟我一起走。OK， 总干事，我想要掌灯拜走置画，这个麻烦帮我一下吧。我的电话号码是，我们从老百姓刚开始接受他的服务，到收钱，到我们的光明灯，到这个平安灯，全部都是电脑化自动电影。输入电话号码，祭祀表单一目了然，才几秒的时间。以前香公婆一张张翻写，至少耗上十分钟，还难免出错。关西太和公主委刘文珍一心求变。实际上，庙它还是要跟时间去赛跑的，效率不管是老庙还是新的企业，还是要有效率的。传统庙宇走上电脑化，刘文珍脑子里有很多想法。这个变革只是服务的品质提升，但是对庙里面的历史的文化呢是没有影响的。新庙跟老庙它的历史的意义不一样。做客这天正值义民祭，今年由关西连庄轮值，义民爷的忠义，庙里四奉尧舜禹三观大帝的传贤精神，透过信仰期盼融入一般生活。我们的责任呢就是承先启后，把这个风气呢尽量让年轻人都知道。供桌上奉饭人潮不断，斑驳的梁柱上承载乡亲祈求顺遂的平安希望，百年不变。要深入一个地方的风土特色、食物、当地建筑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好的媒介，其实就是寺庙。我们这次有机会来走访关西最大信仰中心太和宫，意外发现原来老庙也跟上潮流，透过网络世界对外接轨。坐在单眼去看嘛，来天眼穷哈哈。坐在单眼去看嘛，来天眼穷哈哈。